好，来，看着他。Hello， 大家，今天星期五。最近我很想吃的两样东西就是三样东西吧，蛋包饭、咖喱乌冬还有拉面。今天呢，我准备把拉面吃了。我现在就要下去拿我的拉面外卖啦。开心今天的午饭。叮咚，大家，我现在在电梯里，我下楼去跟我的同学会合，我们要一起去散个步。我现在会换一个地方继续喝酒，我的天。但好像这家店现在关门了，晕倒。Hello， 大家，今天是星期六，现在我正在走去一家叫 The Family Market 的地方，跟我的同学见面。我们昨天本来是只约了一起走路的，是今天喝酒，就没想到昨天就一起喝了酒。然后今天的活动也没有取消，哎，突然间很不好意思，会不会让大家，刚刚说到一半相机没电了，会不会给大家留下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就是看 PhD 为什么每周末都在聚众喝酒？听说这是巴尔的摩最好的冰沙店，这么小一家。买了这个巧克力，最近好喜欢吃。其实我本人不是很喜欢吃坚果的，但是呢，如果跟巧克力在一起就会吃。然后我觉得吃一些坚果可以让我变聪明，我很需要一些智慧，所以我就买了一个坚果巧克力。叮当，这个就是我亲爱的鸡翅，来给大家看一下。实在懒得做啦，就点了一个外卖。这个我在图片上看超好看的，希望食物也不错。我刚叫了一个 Amazon Fresh 的 delivery， 所以我现在要去拿一下。我买了好多水，所以我准备拿个箱子下去。
感觉 Amazon 的 packaging 太多纸了，有点不环保。就是我刚刚买的东东，我把水拆开了，不然装不下。Hello， 大家，我现在正在调试电脑和 iPad， 看一下用 Zoom 这个软件怎么把 iPad 变成一个黑板一样的。哇塞，就是一点都不复杂哎，而且感觉好酷啊！因为我明天就要讲课了，就要讲一节recitation， 所以我现在正在调试，就会有一点延迟，但是哦还好哎，就好好用啊，好酷啊 ！One week later。Hello， 大家，今天星期五，周末要开始啦！我准备涂一个指甲油。我待会儿要去洗的衣服，我堆了超级多衣服没有洗，因为前几周都在玩，就没有时间做这种就是家务事。再过半个小时呢，我有一个 help session， 我已经被我朋友骂了，他们都问我为什么要周五去弄这个 help session， 因为之前报名的时候我哪知道我们会每周五都出去玩啊。于是我在 help session 完了之后就会跟我的朋友们会合，周末生活就这样开始啦。真的是超级无敌多要洗的，哎，感觉好重啊，搬下去。Hello， 大家，我现在已经在 Zoom 上了，还有四分钟，这个 Help Session 就开始了。哎，祈祷没有人来问问题，毕竟已经周五下午了嘛。哎，这样做 TA 好不负责任啊，但是期待没有人来。我用手机弄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带着手机可以走来走去嘛。Hello， 大家，太可怕了！周五竟然还有两个人来 help session， 而且真的问了大概50分钟的问题吧。我本来以为就只要待着坐在那里就好，应该没有人会来的。周五哎，哎，太耗时了，太耗时了。然后我现在就要赶紧下去把衣服从洗衣机里放到烘干机里，然后我就要跟我的朋友们见面了，终于可以玩了，只想着玩的部分。Hello， 大家，我现在就准备出门啦。他们正在化学楼后面的草坪，所以我现在就要去跟他们汇合啦，开心。虽然说 JTU 这边的治安 reputation 就一般，但是学校附近还是蛮好的。大家看前面那个穿绿衣服的，就是 JTU 的校警，这样就会觉得还蛮安全的，在学校周围。因为马里兰就是这边人开车超级不礼貌，根本就不管行人。啦啦啦，他们在那，太好了。Yeah， 我们今天要去这里吃饭。叮叮叮。We're getting pizza. Pizza. I think it's pizza, right? Yes.Everyone, can you have it? Hee hee.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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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ers.有还是我，留点给秋北。好了，我要回去了。On the edges.
We had a tournament in my senior year. My friend would go to. Hello, 大家，今天是星期六。昨天我们有个朋友，他因为胃不太舒服就没有出来。然后刚刚他问我要不要出去学校里面散个步，我就说好呀，毕竟也一周没有见过他了。然后他现在正在往我公寓这边走，所以我们在我公寓楼下见面。OK， 我们出门吧。之前他在我车上忘了一把雨伞，所以我现在要先去给他把雨伞拿上。OK， 就是这把。大家，我们刚刚散完步，现在我们就分头回家啦。总是在这边看到很酷的房子，看这楼梯。Hello， 大家，我已经到家啦，但是我准备去了超市，因为我已经两周没有去过超市了。中途叫了一次亚马逊的 delivery， 但是就是冰箱都已经快空了，没有什么新鲜水果蔬菜了。然后我就想着今天既然都已经出门了，要不就一趟去掉，明天就可以待在家里宅着了。那现在我就要去超市了。 Hello， 大家，我到了，我今天来这个 H Mart 买东西。哇，这也太大了吧！这里为什么还会有这种巨型的炒菜的吗？我现在家里用的那些筷子，我觉得不是木头的，就是塑料做的，所以买一个好一点的筷子。啊，这双好可爱。叮当，好久没有吃螺蛳粉了。然后我自己洗了点青菜，准备放进去。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星期天，最近的爱就是柠檬蜂蜜水。
我觉得吃的那个螺蛳粉好好吃啊，就我喜欢它臭的没有那么严重，因为以前我吃过一些都是汤滴到手上然后就一直洗不掉那种味道，我有点受不了。就我觉得它很香，但是呢就是吃完之后我就不想再有这个味道了，好想再去买。我感觉就买了一包，我真的是想打自己。天哪，就是这个，我就是要多买几袋。哇，这个牌子，我买了一个这个的，再买一个麻辣味的。哦，我发现他们都是一个牌子的，这个好像只有这个的螺蛳粉，好吃。好，这样我就不用再为了螺蛳粉过来了，简直了。要来买面包了，这里有好多好可爱的面包。我来加个油，马里兰好多这个加油站，价格也比加州便宜好多。小黑比较好养，它只喝这个的油就够。今天天气超好的，那现在就回家啦。啦啦啦，今日份的螺蛳粉煮好了。我已经把今天的课都上完了，然后我的朋友说要不要出去喝奶茶，然后我就觉得奶茶约 OK 啊，所以我大概再过一会儿就走，我们2点见，约在奶茶店见，就离家超级近，大概走路就7-8分钟。那我们奶茶店见啦。我感觉如果不是他们叫我，我真的就这周一到周五完全都不会出门。而且我在巴尔的摩走了好多路，就是以前在加州基本不怎么走，就除了上学的时候会走之外，平时真的懒得不行啊。丁丁，我买了一杯白桃真奶，回去尝尝看好不好喝。我们没有在外面喝，就买了，就各自回家了。Hello 大家 ，Sorry 我这头上有很大一片痘痘，然后头发也乱糟糟的。但是呢，想跟大家说，我的床终于到了，我刚刚去楼下取了这个床的快递，然后把它搬上来。它这个箱子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然后也轻非常多。不过我今天应该是没有时间装它了，我明天中午有一个作业要 do， 所以今天应该就是一直要赶作业。之后呢，想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箱子。就非常小只，然后我现在把它打开来，就是散味道。这个是一个吸甲醛，还有那种奇怪味道的一个东东。对，所以我明天就可以有床睡了。这个应该是我的最后一个大型乐高玩具了，拼完就没有东东可以拼了。我买的床是这样的，然后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是它是多出来一点的。我其实很不喜欢这个设计。之后刚刚我去看了一下那个装的图纸，它上面这个东西是要装上去的，它就是它不是一整体，是两个 piece， 就是这边都是分开的。我就好开心啊，我就不准备装这个了。哇，更爱我的床了，期待。这是我今晚吃的豆腐汤，里面还有鱿鱼，这两个。Hello， 大家，我刚刚把作业交了，然后上完了今天的课，那现在我就准备开始拼床啦。
最后床装好就是这样的啊。现在我只希望它结结实实。Hello， 大家，今天星期五，现在呢，我准备跟朋友一起去 Fells Point。那么我们 Fells Point 再见啦，拜拜。现在有点赶时间，是我们周五看 PhD 的例行活动。今天天气比上次来的时候好多了。现在我们在等另一车的弗兰达汇合。现在我们在动物园。结束吧。动物园好多人，我们买的票是有时间段的，而且是要提前一天买的，但整个动物园真的就超多小孩。我玩的好累啊，感觉我走路还是不太行，体力不够。现在我准备就去了超市，然后就回家了，我们待会见。买了好多吃的，回家了。今天来的这个超市，现在我准备来拆个包裹。今天不是买了个显示器嘛，之后显示器是没有摄像头的，所以我每次上课或者 TA 的时候，就如果是用电脑的话呢，摄像头都在这边，就看的我就不是看着摄像头，就只是一个侧脸。然后如果是用 iPad 弄那个 Zoom 的话，就是不能让学生 share 他们的屏幕，这样他们有些问题就不好问我，所以我还是下了血本买了一个摄像头，就可以放在我的显示器上。当当当当，调试好了，我大概就会把摄像头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这种摄像头就是广角的，好像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边上会稍微扭曲一点。大家看这个墙已经不直了，但是本身这摄像头就不是很贵，所以我觉得就是达到我在显示器面前能看到我正脸的这个效果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用这个上 TA 课，还有上我自己的课了，这样就是能看到我的正脸，所以 OK 满意，而且非常的好操作，就是直接 USB 连上就行了，对于我这种科技白痴特别特别的适合。今天去超市还买了蛋黄酥。
今天还买了一只这个，让我尝尝看好不好吃。Hello， 大家，现在是星期六的晚上，来给大家录一个 vlog 的结尾。以上就是我断断续续的各种日常，希望大家看得开心。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